好，第一幕开幕是昨天在滂沱大雨中彩排，而当初饰演海中女神的名模林佳琪，她刚上场的时候，本来雨还没有这么大，但谁知道一上去雨就越下越大了。当时也许有啦，有想说可不可以暂停一下，先不要下了。因为我出去的时候，吊上那个钢丝的时候，这雨势其实是不大的，而且中间在我的那一段开始之前，他们有稍微喊停，大概休息5到10分钟，想说等雨势稍微小一点再开始。但是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大，那当时其实也没有退路。好，这个彩排本来就因为下雨曾经中断10分钟。林佳琪说她默默希望别再下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一上场就越下越大。她也很抱歉地说，都是因为她饰演海中女神，所以才把雨水给带了过来。至于有惧高症的她，本来很害怕，她说尽量不要往下看，把下面的观众都当成黑压压的蚂蚁，心里就比较好了。